以是不是有授权这件事情来讲，哈，150条开宗明义就告诉你说，法规命令指的是行政机关基于法律的授权，哈，所以它有。啊，发生，你好，法规命令指的是它对外一般人民，哈，发生通案性的效力。哎，好，好。那它到底是一个具体事项，还是一般性，哈，还是通案性，哈？以法规命令来讲，它应该是一个通案性事项，一般性规定，我写一般性好了。好，相较之下，行政规则指的是它只对内发生效力嘛，而且它是行政机关长官对属官为之，或者是上级对下级为之，所以它没有授权嘛，就本于自己的职权为之，所谓的一般性规定，它也是一般性规定。好，啊，至于职权命令呢，职权命令我们说它也是没有经过法律授权，就是行政机关本于自己的职权，它去对不特定多数人民，产生一个一般性的规定。这样写起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到底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我们上一堂课说，就是因为他没有法律的授权，可是他又发生对外的效力，所以我们说职权命令原则上我们不允许。是这样子，可以吗？好，最后我们看职务命令，职务命令又叫做指令，指的是上级对下级或长官对属官所为的个别事件具体所为的指示。所以如果指令硬要把它写在这个表里面的话，指令又叫职务命令。它是长官对属官所为，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不需要法律授权。而且呢，它是对于具体特定的事件所为的指示，所以它是长官对属官或上级对下级嘛，所以就是行政机关里面自己所为的具体指示，所以它应该是个案性，所以指令这件事情比较不会跟上面的搞错，但是上面的就有可能会搞错，所以要特别小心。那所以比较常考在这个四个里面，最常考的就是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两个拿出来讲。首先法规命令，看一下，法规命令的发布主体必须要是具有法定权限的行政机关，这个没有问题。好，比较重要的是法规命令必须要基于法律授权订定，也就是它必须要有授权。好，我们今天说只要它需要授权，那这个授权就必须要有授权明确性的规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括号一，它必须要符合授权明确性。好，授权明确性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讲到法律保留，跟讲到那个时候层级化法律保留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到相对法律保留的时候，里面有讲到说，它可以，所谓相对法律保留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用法律规定之外，你还可以用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行政命令去规定，对吧？那个时候是这样子讲的。好，当时我们就说，那个具体明确授权的行政命令，那个具体明确授权，我们就说啊，这个授权明确性要怎么看？我们就说它有严、中、宽三种嘛，对，这边帮大家唤醒记忆，严、中、宽三种，我们说如果是很严格的情况，比如说涉及到刑罚事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求它必须要在法规授权的时候，授权法规里面要可预见的行为的可罚，对。好，如果它只是一个行政上的规定，可是它涉及行政裁罚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度的标准，这边为什么不写？因为第一堂课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写了。如果他今天是行政裁罚性事项的话，那必须要内容、范围、目的具体明确，这个没有问题。好，最后如果他是一个行政非裁罚性事项的时候，那我们就用宽松标准。那宽松标准的话，就没有要求一定要在授权法规多么详尽的规定，只要在法规里面可推知有意授权，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吗？好，所以授权明确性这件事情在讲什么？哈，这件事情就在讲说，立法机关，我用别人的话哈，立法机关哈，他今天用法规去授权给这个行政机关哈，我写行，让他可以去发布法规命令，这一个授权哈。本身它授权明确性我们就分严中宽嘛，可以吗？啊，这个严中宽本身涉及的事项你就要去写哈，这个是刑罚，啊，这个是行政裁罚，这个是行政非裁罚哈。啊，本身它各自的审查的这个用语是什么哈？我们刚刚讲了，包括可预见啊，然后内容目的范围具体明确啊，然后这个是可推知哈。好，这个忘记的话，你回去看第一堂课的那个讲义哈。好，那这样我们就全部把它连在一起哦。好，再来第三点哈，还要践行法定制定程序就没有问题哈。好，再来我们看行政规则哈，行政规则它有区分哈。它有区分，它是组织性作业性行政规则，还是解释性裁量性行政规则？如果你需要看法条的话，你可以看159条。好，我们看它行政程序法159条。行政程序法159条讲说，所谓行政规则第二项他说包括下列各款规定，第一款讲说对于机关内部的组织事务分配业务方式人事管理，这个是一个，那这个就是组织性作业性。好，第二款他在讲说为了协助下级机关或属官统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及行使裁量权而颁布的解释性规定或裁量基准，这个是解释性裁量性。好，我们讲一下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之处在于，如果你是对于机关组织内部还有事务组织啊，或者是这个事务分配，关于组织性作业性，因为它是一个很杂的事项嘛，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一类。原则上这个它就只会发生于他们自己机关内部，到底组织要怎么组成啊，到底什么事情要由谁来负责啦，这种细节性，就是细节性的事情，就是组织性作业性。相较之下，行政机关他也会去颁布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裁量基准，或者什么什么解释规则，啊，这个规则是在干嘛？这个规则是在做说，比如说今天行政机关他具有一定的裁量权，可以去为怎样怎样的裁量。可是问题是，行政机关他今天就有一个问题，行政机关里面内部人那么多，我怎么可能说 每次我人民遇到一个不同的承办人员，啊，就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行政机关他也会颁布一个内部的比如说裁量基准，或者是颁布一个解释规则，去告诉你说，以后如果我告诉这些内部的这些行政人员，告诉他说，以后虽然说这个是我们的裁量权行使范围没有错，可是以后如果是遇到什么什么样情形的话，原则上我们就都这么做。比如说今天房子违建的拆除，虽然说拆除这件事情我们有裁量权，说我们到底是只是要打电话去跟他口头警告，还是说我们要命他拆除，还是说我们要这个自己去拆除，虽然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裁量方式，但是呢他们行政机关可能今天就去颁布了一个裁量基准，在里面就告诉我所有的行政人员，告诉他说，比如说如果今天房子违建只是单纯在那个地方，啊，旁边方圆十公里以内都没有人，它就是一个方圆十公里里面都没有人的这种违建，它涉及到的这种影响不会很大，那你就打电话去口头警告一下就好了。虽然这种情况在法条规定里面你还是可以去比如说行政机关自己去拆除，可是行政机关就跟他自己内部的人讲说，没必要这样啦，这种时候你口头警告就好。啊，可是如果今天这个违建它是在这个市中心，而且它已经摇摇欲坠，这种时候我们就直接的去我们行政机关自己去直接把它拆掉。那这种时候它可能会因为事实上的关系导致它会对外部人民发生一定的相对的效果，虽然它不是直接的发生效果，但是这样子的解释下来之后，人民他就会讲说，那你不是有这样子的行政规则吗？那我就来跟你主张说，那我人民应该可以这样，就是这样子。